2018秀场偶像国际少儿模特大赛于尔湾热闹举行了洛杉矶赛区晋级赛。此次洛杉矶赛区晋级赛由2018秀场偶像国际少儿模特大赛授权美中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和向宝国际艺术学校联合举办。举办方负责人以及晋级小选手们将做客本周天下纵横谈，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30国语一台以及9:无线3台的2018秀场偶像国际少儿模特大赛。